哎，怎么能 A 的呀？把破绽往后面拉一下，他没 W 的。我去朝里面藏个桶子，艾克来了。我看到你石沉大海了，人的怨愤。哎，你踢谁呀？哎呀，你真是个！ 太人精啊！你踢的什么牛马呀？你不来呢？不来我直接走了。我操！马优是，你在搞什么飞机啊？马优是，有病是吧？ 哎，这还有一个残血！哎呀，我操，大自然的馈赠，我没，哎，我没做好，这是大自然的馈赠呢，我辜负了大自然。这个版本的塔很猛的，他们看到我在这里杀剑姬，剑姬是想推兵线进塔，我就不让剑姬推兵线进塔，那两个刺客就在后面等着剑姬推兵线进塔，然后剑姬被我做掉，这两个就着急，就直接砍塔过来。 然后这个版本的塔是加强过的，直接给他们打长血了。哎呦！我卡了，兄弟们，我好卡呀，怎么回事？哎呀，这个破电脑了。 哎呀，好卡呀！哎，真的太卡了，兄弟们，卡死了，卡死了！确实卡了，兄弟们，你们没看到我卡的吗？还行吧，换掉了，还行。 换掉了还可以，巴士很亏。Do you know 巴士很亏。我操，假 A 了，吓我一跳。这人慌的一逼。 哎呀呀呀呀呀！有狗啊！不管上路了，先去波小龙看一下。他没大，他没大。哎，我操！我这大。 我的大招领先你们三个版本。大海人们背叛了我。
干什么？啊，你小子干什么？我要夺回失落的。把他们吊在杀手马上。哦，实在是不行，希望大龙能打掉奈，这不亏，不叫不亏哦。血钻，下路二换二，加一条大龙。你是抖音那个咕咕咕吗？没错，在下正是咕咕咕船长。七八十度是属于正常温度吗？不是，我是说我的机箱有七八十度，很烫。我刚脚放在上面，像是被烤了似的。你以为是 CPU 七八十度吗？不，它是机箱七八十度，兄弟们要遭不住了。我有谁讲过？我说了，我有谁讲过？我秒他！我很少忘记事情，更不会忘记仇恨。什么叫边下边？什么叫边下边播呀？怎么感觉那么熟悉啊？你小子在说什么？扣了一千吧，瞬杀，瞬域隐杀阵，简称瞬杀。被打了，哎呀，这不爆呀，我真是厚脸谢谢我的发呀。现在六神可以秒人，没看到那个杰不是被我秒了吗？没点订阅的兄弟们，一定要给阿迪点不订阅哦，谢谢你。